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吉祥同色善莲华生大师。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哈。你好，大家好。有灵异现象。I still. 사랑해오라미코대결은무쳐수고이이지라김어지이지니야비브린브린곰방와나今天我们是同修这个莲花生大士法。那么莲花生大士啊，他本身啊，原来他是根据住监史，住监史是松赞干部啊，西藏王松赞干部，他在大昭寺、小昭寺的住间起出来的一个历史的啊文件，他记载了这个莲花生大士的松赞干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莲花生大士到西藏去啊，是赤松德真的时代莲花生大士才去的啊。注监史里面有记载这个松赞干部的这个西藏王他记载的，按照他所说的，有注明到莲花生大师，等于是说他的未来将来莲花生大师会到了西藏弘法的一段小的记载里面。那他提到莲华生大士是在乌藏那啊，乌藏那乌金这个地名，那大家都很少人知道说乌藏那乌金是在哪个地方。结果经过我们这样子
这个历史上还有几个去给他考证，原来乌藏那是在阿富汗啊，乌藏那是在阿富汗啊，其实阿富汗以前是佛教非常兴盛的地方。那么以前呢，是非常的富有，是很丰富的物产，啊，也是一个粮仓，啊，粮食，啊，五谷都非常丰收的地方，人民呢，都是安居乐业。啊，我们记得好像才不久，在阿富汗有两尊大佛，整个山的大佛好像像山一样的就被炸毁。那么莲花生大师的出生是在阿富汗，所以他阿富汗啊，印度，然后他又到西藏啊，弘法将近了五十年的时光。啊，这个呢，好像在接不上，在整个那个像松赞干布的这个注坚石里面有注明，这个乌藏那是在阿富汗，但是那时候莲花生大师还没有去。这个就是啊，是地名的乌藏那的地方是在阿富汗。那么莲华松大师去的话，他建立一个双雅寺，建立了西藏的第一个寺院是双雅寺。啊，双雅寺是属于印度、西藏跟汉，啊，就是跟中土一起合起来的一个建筑。去过双雅寺的也有，我们同门当中也有不少去过的几首啊，有几个去过双雅寺的，去过双雅寺。那时候啊，三个人一起，也就是西藏王跟这个吉富啊，就是静命了，就是吉富，就是静命，跟莲花生大师三个人一起把双雅寺建立起来的。啊，那个时代呢，这个非常的佛教在那个时代啊，也是莲花生大师本身在西藏第一个进去弘法的人啊，在西藏第一个进去里面弘法的人，把密教啊传进了这个整个西藏，所以才有这个藏密。后来还有这个阿底峡尊者，那就是后来我们称为旧教，就是莲花生大师所传。那么新教就是由阿底峡尊者所传。啊，两个都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人物。
我们八大本尊里面有莲花生大师啊，八大本尊里面有莲花生大师。那么因为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莲花童子，他是在达赖哥霄海啊，这个湖里面的莲花里面所化生的，所化生的，所以他是可以讲是真正的莲花童子。这个也都是很多事情都是定数啊，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冥冥之中啊自有它的定数存在。我们讲个笑话哈，啊，有一天，这个老公对老婆讲：“我两天前算了一个卦。”那个算卦的人说：“我135岁有一个劫数。”他的老婆回答。怎么呢？你的坟墓被别人砍了，被别人铲，这是劫数啊，定数啊。事实上，真的，这个在人生当中啊，是有很多的定数。那我们也不能讲释迦牟尼佛是反对宿命，反对宿命的。他认为，佛陀认为，啊，不能相信这个占卦，不能相信占卦，也不能相信看星，所有的都宿命方面都可以有破解的方法。这个就是。立命之学啊，我们要懂得立命之学。大修行者啊，或者是大善，或者是大恶，其实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老公对老婆讲。你少吃一点榴莲吧，这个太难闻了。老婆回答：“你不是讲说你人要有一点味道吗？”这个也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都不怎么好笑。哎，女儿对爸爸讲：“这个爸爸，我问你，那天我带来的男朋友怎么样？”爸爸讲：“不行，根本不行。”女儿讲：“为什么不行呢？”他爸爸讲：“酒品很差，而且信用也没有，喝多了。”竟然说要带我去把妹，他这个用词就是现代词，把妹。
女儿就讲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她爸爸讲，没有错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说话不算数的人。上面写着，请师尊将麦克风放低一点，因为会碰到围巾，会有杂音。这是美国莲花纯健啊问的问题，我们现在进入你问我的。顶礼师尊，请问师尊，如何读经才算受持该经？哇，他问的问题很多哎！哦天哪，如何读经才算受持该经？读经的加持力从何来？读经有转世、转心性的加持力吗？读一遍跟读数遍在法性上的差别在哪里？年纪大的人是否应该专注少数几部经？可否指定生活中必读的经典？问题或许低劣，还请师尊慈悲指引，感激师尊。他这个单单从经典上来问的问题就已经很多了，这个就可以讲一整天了。如何读经才算受持该经？很简单，你读了经典以后，明白它的经典的意义，你去实践，接受这个经典，持就是实践经典本身的意思，你了解了，你按照经典的意思去做，就是受持该经。受就是接受，持就是实践。这个叫是受持这个经典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读经的加持力从哪里来？从经典里面的活菩萨的加持力，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就有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里面提到的活菩萨的名字都有加持力，有佛的力量在里面，还有经典的力量，它意义的力量的加持力。你接受了这个经典，就有接受的加持力，你实践了这个经典的意义，就有经典的加持力啊，这就是加持力了。读经有转世转心性的加持力吗？既然讲到加持力，当然能够有转世跟转心性的加持力，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算加持力，很简单了、
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读一遍跟读数遍在法性上的差别在哪里？当然有差别啊，一遍就是一遍，三遍就是三遍，十遍就是十遍，怎么会没有差别呢？你读的越多，加持力越大，就像我们持咒一样啊。你以为你持一遍就行了，那但所有的咒都被你持完了，你通通不用再持了。为什么要叫你持十万遍？啊，每一种咒啊，你的本尊啊，都要念十万遍，至少都要十万遍，大礼拜也要十万遍。当然，读一遍跟读数遍，当然有差别啊。很简单的，数目上的差别。很简单回答，对不对？数目上就有差别了嘛。读一遍，你就读一遍吗？不可能了，有的人是天天读。像师尊在诵经，我是天天的。就 every day， 你修法啊，修一遍跟修一辈子有什么差别？差别才大了。哦，这个是一。二三四，就回答你第四个问题。年纪大的人是否应该专注少数几部经？年纪大，是否应该专注少数几部经？这个以前好像有讲过，我们好像学法，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年轻的时候啊，多跑道场。你可以跑，你要看你要去佛光山啊，还是要去法鼓山，还是到慈济啊，还是到那个中台山，反正都是山呐、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中还有彩虹山，啊，彩虹山呐、啊。你多跑一点道场，这个叫多闻，年纪轻嘛。你多跑一个道场，看看你的缘在哪里。当到中年的时候啊，你心就要定下来。啊，中年的时候你心就要定下来，因为年轻你看了、听了，哪一个跟你有缘，你就留在哪里。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啊，最好修行的是往生。哪一个方法能够让你往生到佛国净土？哪一个法能够让你成就？哪一个法让你能够弘光化身？直接成佛？哪一个法方便？哪一个法要深入，越精越好。年纪大的就越精越好。你讲说年纪大的人是否应该专注少数几部经典，没有错啊。年纪轻的趁你年纪轻啊，把整个大藏经全部通通都读完啊，经历论全部把它读完，业障，把所有的藏经全部看完。那时候年纪轻了，年纪大了，今天读这一篇，明天就忘掉。所以，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你专注你最喜欢的几部经典就可以。最重要的。
保证你自己能够往生佛国，这是最起码的了。啊，不要说修持到自己能够看见光，啊，看到本尊，跟本尊相应，然后你直接可以转化成为本尊，甚至在你年纪老的时候可以到佛土，到净土去，啊，这个都是重点。所以专注少部几部经典是对的。再来他的问题，可否指定真佛中必读的经典？啊，真佛中必读的经典，因为我当初的时候啊，那个我常去的那个法师，就是施慧玲法师，他给我一本《高王经》，哎，我一看到《高王经》，很容易诵。我就持高王经，从那时候我就念高王经，念到一直在念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啊，既然啊卢师尊念的高王经，那你们就跟我念高王经。啊，高王经有益处，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依靠高王经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人间上的烦恼你就可以解除掉。而且高王经是所有佛跟菩萨的名称，啊，佛跟菩萨的名字都在里面的啦，啊，全部都有啦，没有也在这个啊，这个就算没有佛菩萨的名字在高王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念的念到这个六方六佛名号，对不对？念完了以后还念什么？后面还有一句无量诸佛，无量诸佛里面为什么称无量诸佛？因为佛太多了嘛，所以念了无量诸佛以后，就是把所有的佛全部通通都念完了，叫无量诸佛嘛。没有念到的全部都念了，才叫无量诸佛啊。那就是所有的佛菩萨名字都在里面了嘛。所以真佛经是很好的，啊，高王经是很好的。另外呢，师尊还讲，啊，师尊心中自己流露出来的经典就是真佛经，这两本啊都要读，啊，这两本都要读。其他的经典你可以自己选择。那么真佛宗就是遵从高王经，还有真佛经。啊，这两本，那，啊，只是指定的真佛中必读的经典，另外其他的都可以，像师尊讲的《金刚经》，啊，讲的论，也讲了很多嘛，《喜金刚》也讲了嘛，啊，《吉祥喜金刚》《吉轮甘露泉》。是师尊讲了喜金刚，啊，师尊也讲了这个道果，啊，也讲了道果，也讲了喜金刚，另外还讲了这个圆觉经，也可以念，还有法句经，啊，四阿含，啊，四种阿含经，都可以念的。
讲《妙法莲华经》、这个《大般若经》、《金刚经》、《心经》都可以的。很多经典，佛教很多经历论非常多的，还有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十二门论》、这个提婆的《百论》啊。这个密教啊，藏密里面讲的五部大论都可以的，都可以看啊，也可以持诵。这样回答美国的莲花纯见的问题，这样可以吗？啊，又是老婆对老公讲的话。老公对老婆讲：“老婆，明天晚上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家里吃饭。”这个老婆回答老公：“你疯了吗？我房子我已经一年没有打扫了，三个月没有去过超市。三十几个碗盘还没有洗，何况啊，我也不想做饭。”老公说：“这个我知道。”老婆就回答：“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请同事来家里吃饭？”老公回答：“因为这个同事啊，既然满脑子想着要结婚。”这个妹妹对小明讲：“哥啊，你是我见过最爱干净的人。”小明回答：“过奖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妹妹回答：“不管你什么事，你都推得一干二净。”这个 A 对 B 讲 ，A 说：“真倒霉，今天公车上人太多了，我的馒头直接被挤成变成 toothpan， 就是那个面包一扁了 toothpan。”这 B 回答。B 问：“这算什么呢？捷运上的人才叫多呢。”A 说：“怎么了？你的馒头也被挤成吐司片了。”B 讲：“没有，我本来是想放屁，但是被挤的变成打嗝。”笑话的，这是真的笑话。
我们今天是讲哦，是不受不贪分是吗？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嗯，是讲这个。不受不贪吗？没有错啊。哦，因为上回讲错了，所以这一次特别谨慎一点，免得又讲错了。好，不受不贪分，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它的内涵啊，我想一下内涵，悉菩提。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已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悉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悉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悉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这讲了半天呢、啊，还是在福德两个字。啊，讲了半天，还是在福德两个字里面造，这个又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啊，释迦牟尼佛用了恒河沙来做比喻，还有用这个须弥山来做比喻，非常的多。那么他这里的意思讲，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是讲菩萨，不受，没有接受任何一种东西，啊，像这个金钱啦、啊，像名位啦、啊。像利益啊，像种种的有形的东西啊，不为这个而做，就是不受，不贪。你这个不贪的意思就是讲说，菩萨本身的他所做的一切布施并没有因为要接受什么，或者要贪名、贪利、贪色，都没有，但是他去做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菩萨不为什么而做。那么我们讲内容哈，悉菩提。释迦牟尼佛问悉菩提：如果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哪来做布施用？也就是善事了。他布施就等于是说做好的事情，做善事。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
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以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意思是讲说，后面这个菩萨就是说，知道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也就是说，你一样的去做布施啊。这一位后面来的这个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一样的去做这个善事，做所有种种的善事。这个菩萨胜上面那个菩萨所得的功德。什么叫做法无我呢？这个就是无我法，无我法。菩萨是没有这个我字存在的，所以大家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你受了菩萨戒，就是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受菩萨戒的最基本的要件是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这个就是无我法。受菩萨戒，我经常要讲一句啊，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为众生想，而不为自己想。若为自己想，就是没有功德。如果你不为自己想，那个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在讲这个福德，到底有多少福德？你看，恒河沙数等世界七宝，哪来做善事？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当然是有啊，当然是有功德。但是呢，如果又以无为法来做善事，这个菩萨胜过所得的功德，胜前面那个菩萨所做的功德。为什么呢？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菩萨是，也就是前面的不受不贪。菩萨是不受不贪的。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就是菩萨是不接受福德，也不贪的，根本就没有福德想。须菩提，白佛言啊，须菩提就问了：师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为什么这个菩萨不受福德呢？释迦牟尼回答：须菩提啊，菩萨所做的福德，不因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菩萨做任何一个事情，虽然他是在做福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贪着那个福德，是故说不受福德。这一段实在太简单了。但是他没有讲，他好像是说，所谓福德就不是福德，因为不是福德才是福德。他没有讲这句话，那平时释迦牟尼佛是会讲的，他这一段他没有讲这句话。
所谓福德，就是没有福德。因为福德就像梦幻一样，福跟德都是梦幻的，都是一种梦，做梦，是一种幻，是一种幻觉，啊，如梦如幻，根本就没有福德。因为没有福德，所以才是福德。只是说你已经清楚明白了，这个福德也是梦幻，所以不受福德，不贪福德，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德。啊，这个福德能够让你怎么样子呢？让你能够离开如梦如幻。听清楚了，像这个师尊来讲啊，卢师尊来讲，世间的一切实无贪着，便不贪着。你看吗？师尊现在开的是劳斯莱斯啊，最高级的车啊。你怎么讲是不贪？你难道不贪那个开最高级的那个劳斯莱斯吗？我虽然开它，啊，开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但是我知道这个车并不属于我的啊，这是世间的东西。这只是让你一时用而已啊。一时你可以作为代步啊，师尊也有一部那个玛莎拉蒂啊，两部，另外还有一个同门要送我这个宾利，讲好了哦，车子都开来了，车子宾利的车都拿给我看哦，他买了这一部要送我。我说我没有办法了，我支撑不了，我支撑不了。有些同门听到说啊，人家要送你一部宾利，接受啊，你知道吗？你接受了以后啊，你可以转手再卖掉啊。我当时只是想说，我两部车子哦，这劳斯莱斯就是家跟庙之间。从来不在外面停的，就停在，就是停这个，啊，真佛密院的车库，啊，停在南山雅舍的车库，从来没有在外面停过。那是劳斯莱斯，就是家跟庙之间而已，两边跑，啊，其他的我跑到别的地方了，就开玛莎拉蒂，比较不显眼，开劳斯莱斯到处跑，停在那里。等一下，车子不见了。但是我知道啊，这不过是梦中啊，梦中让你开这部车子，便不贪着。我并没有说啊，那车子是我卢师尊的。并不是，我身上的好东西很多哎，啊，师尊有这个多少克拉的钻石哦，这玛丽莲梦露戴过的钻石多少克拉？将近30克拉吧。玛丽莲梦露30克拉的钻石。我也不贪着，我也不贪着那个钻石，那个哎，我也没有带出来，
高兴就戴一戴，有一阵子我连这个所有的戒指都不戴，黄金啊、白银啊，这个黄金啊、白金啊，我一都不戴的。但最近呢，高兴就戴一戴。你看那个，我有很好的表啊，这个表是劳力士的。满天星，劳力士满天星，劳力士满天星。我上回戴的一个白金的那个 Patsy Biu， 广东话 Patsy Biu 是吗？伯爵表嘛，那个是那加拿大的那宜仙师姐教我 Patsy Biu。就伯爵表是黄金的，不是，是白金的。我上回有带出来，也是满天星的哦。那个人家送我那个表有多少，你知道吗？我伯爵表有10个。人家送的，弟子送的，拿去义卖。我劳力士卖了多少个劳力士，数不清了，差不多7、8个劳力士金表吧，卖，义卖，义卖掉了，就是给那个堂，义卖了都给那个堂，也是卖，义卖。将来也是义卖，那么把那些东西啊都拿出来卖掉，啊，就给那个郑国忠，给圣严路 Foundation， 通通都卖掉。啊，那两部车子，现在的两部车子都是那个哈尼瓦师姐送的，哈尼瓦师姐送的，都是人家送的，不是我买的啦。所有的表都是人。都是弟子送的，也没有一个我买的。但是我会不会贪呢？不会。为什么你不贪那个东西呢？那暂时给你带个玩的啦，几克拉几克拉，那是玩的啦，那个都是你不可能永远拥有的。包括你自己的身体都不是永远你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懂得这个，就是会不受不贪，你不会贪心这个东西啊。你也看得破，都是假的东西。我告诉你哦，龙树菩萨天台宗一心三观是谁？慧文法师传给慧师法师，慧师法师传给智者大师，初祖天台宗初祖慧文，二祖慧师，三祖，这个就是那个智者大师，里面有一个一心三观。为什么叫一心三观？空、假、中。什么叫做空、假、中啊？空，《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空，《金刚经》里面讲的也是假。中是龙树菩萨的中观，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是假的，是假的，是幻的，这个世界将来也会变成空的。你想远一点，地球也是成住坏空啊，
我们身体也是成住坏空啊，你好好想一想，你身体是不是成住坏空呢？既然是成住坏空，将来也是空啊。既然是空呢，那物质的东西你还执着做什么？就不受不贪。啊，大家这样清楚了吗？后面那个人他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叫做福德的，没有福德这种东西的，因为认清楚了，没根本就没有福德，才是福德。那个福德是让你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空跟假，东西都会坏的。我第一部劳斯莱斯是那个连床上师的爸爸连姓上师，他送给我的那部车子坏了，所以卖掉了。是劳斯莱斯。第二部啊，这个宾利是那个哈尼瓦师姐送的啊，因为开很久了，是开的非常久，开非常久，开到现在那个宾利的公司也不出产那部车的零件，没办法，只要一坏了就没得修理，没地方修理了。然后你问那个翻译，那个韩尼瓦师姐，现在我还给他了，啊，我那部那个宾利还给他了，很长很大很漂亮，还外壳很好，里面全部都是很旧的，所以我就还给他了。那这一部劳斯莱斯呢，会不会老，会不会坏啊？一样嘛。所以你怎么会执着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车子是会坏的，好像钻石好像不会坏啊，钻石好像不会坏吧？听说钻石在某一个角度也会坏。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带在身上啊？像这个，因为人家送给我的时候刻了两个字“盛宴”，哇，这两个字好大，“盛宴”这个啊，很漂亮嘛。对，啊，这个劳力士表上面也刻了两个字“盛宴”。用一个金箔片呢，刻了两个字“盛宴”，把这劳力士给它盖起来，也是两个字“盛宴”，所以我就带在身上嘛。因为这也是一种象征呐、啊，因为有“盛宴”两个字，所以我才带了。没有“盛宴”两个字，我就不带。但是“盛宴”也是没有的，那也是假的名字嘛。最近因为不知道，可能心花怒放吧，所以就是给他戴一戴。平时我也不戴的，两只手都没有，都不戴的，连这个戒指我都不戴的。这个是，这是黄金嘛，这是白金嘛，啊，黄金白金嘛，啊，旁边镶钻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同门，这个送给我的，这也是同门送的。这个劳力士表是中委会送的，以前的中委会啊，以前中委会送的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富豪送的啊，中国大陆的一个富豪送的。
都是人家送的，不是我去买的。说我不贪的，师尊是不贪的，只是你受了，你送来给我，我也知道这个是假的东西，啊，因为你送了，我就带给你看。我不带给你看，你会问说，我送的是不是你送人呢、啊？或者是说你不喜欢呢、啊？我因为不常带，所以他又要最近又要送一个给我。对呀、啊，又要送一个帕杰比乌，又有刻名字的，刻得像这么大的名字哎，帕杰比奥他，帕杰比奥他的那个表带里面又给我刻上盛宴两个字哎，真的很大的名字哎。他以为我这个白金的不要，啊，白金的帕杰比奥不喜欢戴，其实我蛮喜欢的，只是太重，太重了一点。那在做大礼拜的时候，经常压到这个手，这手都会痛。这个大家记得。就是暂时让你用一用，不是真正你自己拥有，暂时让你看一看，不是你真正自己拥有。啊，大家知道了啊，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悉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来做善事，如果有人知一切法无我，根本就是无我想、无我法，得成于所有的善事，这个菩萨就胜前面所得的菩萨的功德。为什么呢？悉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当然是不受福德了，没，根本没有福德，福德也是假的，是空的，是假的，只是暂时让你享受好一点，觉得好像是说舒服一点，好一点，暂时。啊，悉菩提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悉菩提啊，菩萨所做的福德不会去贪的，不会去贪着，所以说不受福德啊，不会去贪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很多的富豪，你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的富豪，像 Bill Gates， 我们就在这里而已。我们上面就是那个 Microsoft， 啊，上我们再上去就是 Microsoft， 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好的地理。啊，我当初经过那里的时候啊，我就讲这块地呀、啊。是世界第一富豪的，那时候还没有 Microsoft 呢，全部都是树林。我们搬来这里的时候，你问问老三、老二，那时候没有 Microsoft 啊。我们买这块地的时候啊，没有 Microsoft 哎、欸。我那时候已经在车上跟他们讲了，上面那一块地啊，是世界第一富豪的。真的。就是 Microsoft 买了 Bill Gates 就是世界第一富豪，真的是有这回事啊，不然你问他们，哎，谁在坐在车上那时候啊？那时候连我上司也
他说我们从马拉过来，我经过这里。对呀、啊，我说上面那一块地是世界第一富豪的。我那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那是世界第一富豪的，就是 Bill Gates 了。但是世界第一富豪有用吗？没有用的，无山小路用啊。有一天他现在差不多已经知道了，有的钱真的没用，不好啦。有那一块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做的越来越大。你看那个房，那个办公大楼，越建越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把所有的土地全上面的土地全部都他买了，他的吗？不是，暂时让你用，暂时让你看。有一天也是别人的，第一富豪也不是第一富豪，因为不是第一富豪才是第一富豪。他们都懂了，现在他们都懂了，所以他尽量几亿几亿拿出来做布施。你看他一次这个几亿给多少，这个几亿给多少，那个几亿给多少。他有在做福德啊，将来他可以到天上去，到天上去，这个因为他有做福德，他就会到天上去。他知道那个钱只是在娑婆世界用的，没有意思的。所以我常常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到了月球，什么是福德，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恶事，什么东西最珍贵，你到了月球去，什么东西最珍贵。我做的比喻了，你到了月球，什么东西是最贵的，什么东西最便宜的，没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没有。什么是佛法，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没有。在月球哪一个圣，哪一个拜，没有。在月球哪一个银，哪一个书，没有。人间本来也没有啦，只是让这个人迷了自己的眼睛啦，认为有。后来会讲到了，只是人的眼睛认为有，其实是没有。那人如何修行能够达到这个，好像是说脱离这个幻境，这个迷幻的世界，这个人间的这个空幻，如何修行？龙树菩萨告诉我们，中观，利用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双因，才能够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才能够有成就。释迦牟尼佛在上一章也讲了，无断无灭分，所以不能执着有，也不能够执着无，就是要中观。龙树菩萨讲，就是要有跟无双因，空跟有双因，然后你亲近了你自己，
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幻境。道理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你如果拖懒啊，不认真，不努力，好好的去学，好好亲近你自己，下一辈子你仍然在幻境中的六道轮回，离不开这个六道轮回，永远在这个六道里面在那边转，你离不开这个幻境，这就是因果。所以佛法是这样子讲，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一定要利用你的这个幻境的你自己的作为人的这个身体，离开你这个身体以后，你能够离开幻境，才是算是成就。这佛法才是这样子教的。这样我讲了，大家明白吗？哦，这个忍是好事，就是善事，就是善事，不是叫你这个忍字啊，它的在这里的忍，不是叫你说啊，忍住不要去小便，不是这个忍，也不是这个好像是说人家打你骂你或怎么样子欺负你，你忍辱，在这里不讲忍辱。这个忍字啊，不要你用这个字来做思，来做想，来做思想。这个忍就代表善，代表善啊，善事就是做善事了。跟前面的对起来，啊，其实他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忍就是善，就是善事啊，就是善事。不是叫你说忍辱就代表所有的善事，不是。佛在《金刚经》里面讲，他不讲善事，他讲布施。布施就代表一切的善事，而且是六波罗蜜，当然有忍辱啊，有布施啊，对不对？有布施啊，有持戒啊，有精进啊，有忍辱啊。有智慧啊，有禅定啊，那是六波罗蜜啊。你这个时候用忍辱来代表所有的善事，并不是叫你说哦忍，就是说忍，它就是一个字而已啦。得成以忍，就是善事的意思。那代表比较广大一点，不只是忍辱而已啦。一个女孩子讲，现在的男孩子越来越没有用了。她的这个朋友问，怎么了？闺蜜讲说，这个女生讲说，刚刚和朋友在玩球，不小心丢到一个男生的，到现在那个男生还在哭。啊，这个他的朋友回答，不会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铅球队的队长，用铅球丢的。
这个笑话都好像讲起来都不太好笑。好了，明天再讲吧。我们来等一下。